你在跟男朋友 kiss 的时候，一定要学会战术后仰。具体做法是什么？就是你们俩亲到一半的时候，哎，你突然间拉开距离，往后仰一些，然后眼睛看他的嘴巴，你就不要动。这个时候男生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追上来，好，不要让他得逞，再往后仰一下，然后这时候眼神看着他的眼睛，微微一笑。我跟你说，接下来要么把你臂都，要么把你搂紧，没有其他可能。